有本事通通事先讲哈，江江的主升 APP 呢出现日线起涨箭头，都会叮咚通知每一个用户来看高利哈。好，高利箭头啊，后面赚了一倍。然后呢，你深瑞出现箭头 APP 叮咚通知你强迫获利 28.7 到今天哇，赚了 98%， 创下波段新高，恭喜大家。好，起基85块钱出现箭头，然后呢，叮咚通知每一个用户85，今天95，有没有？毫无悬念哈，惊为天人，赞叹不已哈。好，那另外有一种选股模式哈，扣3D 提款机选出来后呢，会叮咚通知所有的尊荣 VIP 用户。你看过什么？台康生。好，扣3D 提款机，这是预告的绝技哈，111，今天创新高162了，轻松赚了45%哈。再来，创维84块钱。扣3D 提款机的绝技，今天110咯，好，累积获利107%，恭喜大家。还有哈，宝林富锦讲很久没有，扣3D 提款机惊为天人的 APP 141，今天创历史新高，累积获利114%，一样恭喜大家。还有呢，这是台药，有没有？没有人看不懂。扣3D 还有箭头叮咚通知54，今天亮灯涨停，有没有？好，赞叹不已哈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， APP 史上最强，请各位一定要拥有，你现在有更棒的机会哈，年终感恩回馈，因为全国会员续约全部免费送 APP， 那新会员是比照办理，请各位把握。另外呢，还有哪些主升标股可以留意呢？请锁定今天精彩节目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成金的节目。好，今天是12月5号，台北股市呢小涨10点，好，涨10点，可是个股呢完全如上周江老师的最强战报所说的哈，目前我们用月转折的角度呢，多空比多头扣3D 的股票跟扣三高的股票档数一比，惊为天人，超强大哈，所以个股呢完全不会受指数的震荡影响哈，请各位一定要牢记哈，继续用霸气拼暴利哦哈。好，12月哈，快是年底的年终的哈，马上要过年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感恩的季节哈，我们江老师今年推出 APP。用20年苦练的技术打造出来的 APP， 证明多头会暴赚，另外呢，证明空头保证不惨赔。好，那经过今年多空的循环洗礼之后，证明这是史上最强 APP 哈，所以感恩的季节哈，年终感恩回馈，这个月份12月份哈，所有参加的新会员史上最强 APP 全部免费送给你的活动哈，感恩的季节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，投资朋友，这是我讲的，花开着哈是为了装扮春天。那人活着呢，是为了要造福人群，特别是江江老师担任投顾老师20年，好，我们已经不再以追求收会员的获利为目的，哈，让利给大家，好，把一个很好的产品，苦心啊，这个研究出来。打造出来的产品，好，让利的，好，把价格压到最低，全力去回馈大家哈。因为 APP 真的让所有投资朋友活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的光彩哈。来，投资朋友，简单、轻松、明确，红色是多，绿色是空，好。APP 选股它如何选，就说我的技术班教的哈，主力成本六线全上，双线反多，周月转折千手同多，好，以上的技术全部都符合，进入主升第一天第一根起涨 K 棒 APP， 利用我的技术选出来之后呢，只要符合日 K 线的起涨股票，APP 会自动帮我们选，选完之后还会叮咚通知
每一个用户，投资朋友来，这是你有了 APP 之后，你以后过的股市人生。高利它出现箭头，它会叮咚通知你，让你盘中第一时间可以准时及时的掌握到主升标股的起涨哈。高利你验证过了，已经赚102%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是七月的事情，你七月错过的，我说过它的固定的形态主升的样貌几乎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可以很轻松的复制。来，投资朋友，你七月份、八月、九月，你错过高利一倍怎么办？你看哦，十月一号，深瑞APP 选出来，出现箭头，叮咚通知每一个江江老师的 APP 用户。好，28.7有没有？20年苦练的技术，让你一秒钟用 APP 看见起涨。好，28.75，今天呢55.9，57.1。好，那这样子一个箭头爆到今天整路都是红，没有一天翻绿，红色是多，天天都是多。好，每个用户轻松到今天为止暴赚98%，那这就是 APP 最强大的价值。好，你刚看过高利赚102%，你现在亲眼见证，亲眼看见我们的深瑞28.75，整路讲，每天讲28.75，今天57.1，赚了98%。再来，投资朋友，每个用户每一位都被叮咚通知买起机85，有没有明确的箭头？没有人看不懂 ，APP 还叮咚通知你，强迫取分。85，今天投保你看到85，你看有多强大的箭头啊！这个箭头改变了很多散户的人生，扭转了很多散户的人生，由黑白变成彩色。你看，起基今天创新高，又轻松每个用户又轻松赚了10块钱，有没有惊为天人、赞叹不已的 APP？ 这江老师苦练辛苦20年。才获得的一点稳定的成就，很棒的成就哈，跟各位做分享哈。好 ，APP 选股只有两种模式，一个是日线的起涨箭头，另外一个是呢是周线的扣三 D， 还有月线的扣三 D。扣三 D 提款机它是绝技，跟各位验证过千百次，有没有？好。APP 选出扣3D 的股票之后呢，它会利用我们的系统哈，VIP 的群组叮咚发讯息哦，叮咚通知每一位尊荣 VIP 的用户。来看台钢生有没有当天出现，当天讲双十一那一天，当天出现我节目公开讲，我为何公开讲？让各位未来可以见证 APP 有多强大。你看哦，当天111。今天台康生162，投资朋友太恐怖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未来对你而言那是不可预知的，可是你现在遇见我的，你现在遇见 APP 有没有惊为天人、赞叹不已的 APP？ 111今天喷到163了，赚了45%，完全没有难度。APP 用户说完全没有难度，太简单、太轻松、太明确。好，过来哈，这是创维有没有？这是我们11月4号也送给全国会员的翻倍股四档之一，有没有？创维84块钱 ，APP 选出来，今天创波段新高110的，有没有难度？完全没有难度啊，太轻松、太好赚哈。今年创维累计赚了107%，再来投资宝，这是宝林富锦，我讲过 N 次有没有？好，你有没有看见？K 线是绿色，勾勾是往上勾，有没有？我跟各位分享过我们的口诀哦，哈，转折是力量 ，APP 的勾勾是一个神奇的力量，它勾出未来，喷出的希望。好，141。你被叮咚通知，哈，这个尊荣 VIP 被叮咚通知买进宝林富锦，那今天179、180了，赚翻哈！今年累积赚了114%，有没有 ？APP 创造了无数的稳稳的幸福跟获利。再来，投资朋友，你看哦，全国 VIP 用户做见证，这档我也抠给单股会员做买进，全部资金全部买台药，好来哦。没有人看不懂台药有没有54.4，
扣三 D 勾勾往上，还有箭头，同志们，这是万中选一，未来最强的股票 APP 帮你选出来，还叮咚通知五四点四，今天亮灯涨停，同志们，快70块了。五字头变六字头，快变70块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轻松的获利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，有没有？20年苦练的技术打造成 APP，APP 帮你选股，选完股还通知你，强迫你获利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是江老师苦练20年的成果哈，奉献给大家哈。年终感恩回馈我们所有的会员，那经过今年的多空洗礼训这个淬炼之后呢，100%证明我们是一个怎样的团队，多头用霸气暴赚，空头保证不惨赔的团队。所以目前续约全部免费赠送 APP， 我赠送我们的 APP， 也就是说以后你看到我抠的每一档股票，你看到讯息通知买进卖出之后呢，你可以立刻在 APP 检视你看到依据有没有，你会对我给你的讯息有更强大的信心，因为你看到什么 APP 红色绿色扣3D 还有起涨箭头的依据哈。那因为有这样的这个非常棒的优惠哈，感恩回馈的优惠哈，我们也开放给新会员了哈，全部都比照办理，请各位把握好。另外呢，江老师辛苦了20年，终于确认打造出一个史上最强的赚钱武器，所以我也必须要回馈过去20年曾经支持过江江的老会员、旧会员了哈。过去20年，你知道曾经是我的会员，现在全力回馈给大家哈。你回娘家，重新加入我们的团队呢，我不只送你 APP， 我还全部把你升级成为尊荣 VIP 的用户。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哈。那节目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，然后两大粉丝团扫描 QR code 做加入。投资者，你看这一波谁是大赢家？不只是我们团队成员，连江江老师的忠实粉丝都是赢家。为什么？事先讲啊，你应该在全台湾找不到像江江这一类的投顾老师来，对不？有没有简单轻松明确？你看哦，12762起涨，10月28号翻红起涨第一天公开事先讲，10月31号。节目技术独家教学16403会来，投资朋友，也就是说一个多月前你早就知道16403会来，两个哦，然后呢，同时10月28号有没有？我跟各位讲，10月到隔年3月多头最好赚，2周前我免费送的独家战报，第一手来自科学园区采购的讯息，他跟我讲。大陆厂已经开始为解封铺路，懂我意思吗？说 Q3 造成资金外逃的这个利空完全即将出尽，当过去造成超跌的利空出尽，那未来一定是爆盆，有没有？我是2周前领先市场跟全国会员用户还有粉丝做分享，有没有？我是记者出身，我掌握的都是来自科学园区真实的低头讯息，就是你的优势哈。所以我们各位断定过了，12月跟1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，股票会喷翻天，你相信我的专业判断哈。那16403来了没？还没。今天成交量几亿？2400，报4000亿了没？没有。所以投资者，答案很简单，这两个东西哈，16403来以后。报4000亿之后，通通不要买。听江江的哈，这两个预告的重点没有来之前，继续赚，拼命赚。那两个都成立之后，开始要小心。我通通都事先讲，跟各位讲过了哈。你看哦，我们上周还送14461的买点，有没有？你看今天15000点了，是不是？好。APP 翻红到目前为止喷了2250点，没有难度啊。红色是多，之前是绿色，绿色是空头，股价一直跌，红色是多头，股价一直喷，那这就是能够
帮助你百分之百趋吉避凶，避凶哈，最强大的武器哈，是不是？好多用户给我们的反馈，给我们的回馈，真的惊为天人，赞叹不已。为什么？太简单了，没有想到有了 APP 之后，掌握多空完全没有难度，懂我意思吗？哈，我上周也跟我讲哈，本周起会有个甩轿，好，指数会甩轿。标股不会等你，好，跟各位做个说明了哈，好，注意看了哈，好，投资者你看哦，现在几月？现在十二月对不对？你看哦，十二月是不是多？扣低多，一月也是多哦，二月目前也是多，有没有？投资这边有16403在哪里？16536啦，未来转折预告值已经超过16403了哈，来投保。另外呢，投保你看哦，这是月线，月线你看什么？哎，才要金叉呢。那个上一次爆完金叉后呢，金叉后是爆喷翻天啊，所以同学们，他至少有这个实力哦，懂意思哈？好，也就是说月线还扣三 D 的背景下，同学们你看哦，这是周线，同学们你注意看哦哈。你看这一波的起涨，就历史轨迹，同学们有没有跟这个跟这边很像？好，有没有跟这里怎么目前的涨势跟这里是不是很像？有哈，好，你看过去哦，涨一波之后是不是扣高转折？是不是横盘？横盘后再喷？那现在是不是一模一样？涨一波之后扣高转折，横盘，然后再喷。也就是说，既然未来会再喷，所以它在横盘的时候会有个什么？会有个甩掉的买点，懂意思吗？哈，所以过去啊，8523这个模式，我认为在今年这一波即将完整复制。好，那既然是如此呢，那指数就很简单了哈。指数本周起因为扣高，指数呢有一次三周内有一次这个甩轿的买点，记好了，只有这个结论。那因为各多空比，个股走多的结构，个股的结构走多的跟走空的完全不成正比，太强大，多太多，说目前周月转折走多的比周月转折走空的多很多，多好几这个我上礼拜六已经有讲这个倍数，容我稍微保留一下，保留给会员，还有我们上礼拜六有来免费索取的，我只能跟各位说太强大，或者说这个标股呢完全不会受影响哦，主升标股完全不受影响，会继续喷翻天，你相信我的判断，你相信我专业技术解读的判断，这是目前给各位的结论。指数三周内类似这里有没有涨多之后会有一个黑 K 买点，买点再喷，懂意思吗？那在行进过程中，主升标股因为反多的股票太多，所以一定是轮动轮涨，所以轮动轮涨过程中你会有那种感觉，像今天指数跌十点涨十点对不对，感觉好像喷两百点这么多，为什么？主升标股太强了，所以投保这是我的建议，16403来之前，报4000亿大量之前，通通都安全，好，讲得够清楚够直白，所以请各位继续用霸气把握机会了，然后投资朋友，为什么强烈我们这个月要全力的去分享，全力的去建议大家一定要拥有我的 APP， 为什么？你看哦，未来会喷的先帮你选，来投资朋友，年终赶快回馈，会员续约通通免费加赠 APP， 为什么？我要让各位让所有的会员以后看到我的股票建议的进出讯息之后，马上有 APP 可以佐证，证明江老师没有随便发讯息，它一定是起涨，日线起涨，或者是周线跟月线起涨，懂我意思吗？相辅相成，让你以后跟我所有的股票操作有更强大的信心。那新会员是比照办理，投资朋友，那过去二十年你曾经是我的会员，我江老师很辛苦，我也不怕辛苦，一直的战战兢兢，我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打造出一个最强的赚钱武器，那现在证明它很棒，
好，证明非常之棒，所以我必须要回馈给过去二十年以来曾经支持过我的会员，所以旧会员回娘家全部免费送 APP 之外，还全部不这个免费的升级成为尊荣 VIP， 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，投资朋友只有两种模式。APP 只有给你两种选股模式，太简单，投资朋友你看哦，日 K 线起涨，有没有日线形态主升起涨，会叮咚通知你，投资朋友，过去二十年苦练的技术，我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出 APP， 那这个 APP 所有技术，所有复杂的技术，用一秒钟用箭头清楚的指示，投资朋友没有人看不懂了吧，有没有，过去没有箭头，高利有箭头，就这个箭头，所有跟上高利的赚106%，投保有没有简单？超级无敌简单哈！好，来投再来投保，你看这是我们的证据 ，A P P 系统的箭头通知，10月1号 A P P 选出深瑞，叮咚通知用户看日线的起涨箭头，投保10月1号。全国 APP 用户都有看到这个讯息，来，好不好？10月1号，28.75箭头来了，有没有完整的去复制高利赚一倍的模式？好 ，APP 选出箭头，叮咚通知你，28.75，你买进，买进后报到它翻绿为止，同志们，今天57，从28点多赚到57，今天赚了98%，同志们，有没有难度？没有难度，每个 APP 用户都因为这个箭头获利了98%。好，高利的模型啊，深瑞的模型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你们恭喜每一位用户哈，轻松暴赚98%了哈。好，你看这个，再看这个起机有没有？每个用户都被叮咚通知85块钱，今天见证哈95，好不好？太神奇了。每一个用户都轻松大赚，所以证明这个箭头好幸福的起涨箭头没有错哈，所以大幅度的提高你的投资生活品质了哈，简单又快乐了哈，这是二十年的苦练的技术，超神奇的力量，好，帮你打造出来的神器，好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拥有哈。那因为目前验证中哈 ，APP 真的很厉害。也真的过去啊，今年的多空，有没有股市的涨跌多空，帮助很多学员空头避开的崩跌，在多头市场又一档一档的掌握轮动，到拼命赚哈。所以目前参加会员 APP 全部免费送给你，让你用更轻松的这个成本呢哈，更轻松的费用，可以享受到一个扭转自己股市人生和非常重要的机会，请各位把握哈。那除了日 K 线起涨之外呢 ，APP 也会选什么？选周线、选月线啊，选更大级数的哈，扣三 D 更强的标股。投资你看哦，每档都是人讲，我连APP 技术班的口诀都分享过，有没有？有勾勾会勾出未来喷出大涨的希望。投资你看哦，金星科勾勾往上勾2372买进，喷到583。赚翻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到一拳，20块钱有没有？勾勾是往上，今天呢26了，是不是轻松赚了30%？有没有看到未来会喷，是在帮你选，选出来通知你，是不是轻松赚30%？再来，投保，这是美食，美食也是我节目跟各位分享，投资朋友躺着睡觉，有了 APP， 从此以后你过着是简单、轻松、明确。躺着睡觉都能够赚大钱的操作模式，107的美食今天138，好不好？有没有难度？这个箭头，这个扣三 D 有没有超级无敌精彩？轻松赚30万，好，过来哈，台钢生111，这也是我节目免费送给大家的分享的，目的何在呢？目的要让各位未来见证。箭头的强大，好，111箭头出来了，今天162，投资朋友，你作何感想？你作何感想？这是一个可以颠覆过去的错误的操作，也可以扭转很多散户从输家变赢家最强大的武器，请各位把握，投资朋友，我跟各位讲过，旺系，
你看哦，以前的扣三 D 有没有看到都爆喷呐、啊？有没有？现在就是爆喷呐、啊！你94.4有没有看到？叮咚通知旺系，好，94.4的旺系投报，你知道吗？很恐怖哦，哈，94.4今天130哦。重点不是94.4赚到130，是它今天月线竟然又出现起涨箭头，赚四成还说还会喷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是一个引领你，给各位一个未来很明确引领的最强大的武器，一定要拥有，一定要拥有哈，超强、超好用、很简单、很幸福。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投保。你看我们讲过创维。上半年赚70%，下半年呢，10月4号送给全国会员89块钱，然后呢84块钱 APP 选出来，选出来之后，投资你看84，今天110的，轻松赚了107%哈。好，汉讯有没有看到历史长线支撑区61.2，10月4号送给全国会员汉讯61 ，APP 第一次选出来61，今天选出来第二次67。那量都涨停73，好不好？你做感想。事先讲，一路邀请预告，事后验证，赚28%了。还有投资者，你看到这是励志，好，历史长线支撑区，那么好公司碰到倒霉事，暴赚暴喷。来，励志253 APP 选出来，有没有看到253选出来？今天330，是不是太轻松太简单了哈 ？APP 确定带给我们未来无限的光明跟美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哈！这是我苦练20年技术淬炼打造出来的神器，好，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。好，投资者，你看哦，还有哪一些可以留意呢？投资者，你看这个股票真的很多哈，举例说明哦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是不是第一根一个大三角收敛？你们看到大三角收敛突破第一根？你看 A P P 专门选这一种啊，这是大成钢有没有？好，你看哦，这4768。这是我们讲过的谁？我们 APP 赚过两波的金城科，其实哦，技术分析不会太困难哈、哦，认真学，每个人都会学会。你看到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的模式啊，两个起涨全部都掌握住了。现在有一个什么？现在有一个更大级数的三角收敛，有没有、啊、如果能够突破呢，它、啊、当然也是爆喷啦、啊、哈、哦，这是金城科。好，还有谁？这是你看，这是哎，周月都有同步选出来，有没有？其实底型非常之漂亮，就是环天科哈。好，这是我们讲过的4755，投资者你看哦，我把它稍微缩小一下，好，各位看得更清楚。投资者你看哦，你看我们股票怎么你要怎么做？你看去年，好，我把游标拿掉。投资者你看去年掌握这种三幅画，今年又掌握住一次。是不是很轻松的操作哈？所以目前均线全部都突破了哈，我们认为波段也很蛮具有实力的。然后呢，好，请全国标股会员做见证，同志们，你看这是我们低档选的亚信，对吧？今天创新高了，所以买进的全部都赚钱。重点什么？均线才刚全突破。好，这是我们讲过的我们赚过的这个星星，赚三成。那据江老师的独家法人圈的讯息，法人后面把它目标价调高很多、哦、所以未来会有源源不绝的买盘、哦、然后投资者另外哦，你看哦，这个1760今天创什么？创历史新高。然后你看看我们看好的合一会不会创历史新高呢？好，花时间等待了哈、哦，花时间耐心等待，用时间滚出巴菲特爷爷的这个理念哈、哦，雪球般的暴力。好，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有没有哈、哦？APP 既然超强大，给自己一次扭转人生啊，这个劣势逆转大胜的机会啊！我们有技术班十堂课送给大家，扣3D 提款机是你一生必学的绝技。同学再看一次，深瑞完全没有难度，全国 APP 用户轻松赚98%的，创维完全没有难度 ，APP 选标股选完后通知你。今年累计赚107%的创维，好，宝林富锦141今天创历史新高，今年也是赚超过一倍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那散户空头一直赔，多头不敢赚，我们轻松有 APP 的帮忙，轻松赚一倍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把握机会哈、哦，给自己人生一次逆转大胜的机会。
会员续约全部免费加送 APP， 让各位操作更明确、更有强大的依据，有信心、有霸气，赚更多。那新会员完全比照办理哈，感恩回馈的季节哈。那过去二十年，你曾经是我的会员，我现在有一个很强大的 APP， 要全力回馈给大家哈。啊，旧会员回娘家，全部升级成为尊荣 VIP， 请各位把握机会。来的留言或者是0800668085电话来电做咨询咯。好，另外呢，未来只要 APP 有选出新标股同步做进场，请各位把握机会哈。最后节目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哦。这位操盘师弟，拜拜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，而且可以学到很多有用的技术分析，一定要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接收全部哦。证券投顾0800668085，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